你别哭了，你告诉我，王雷是故意杀人的吧？他不是梦游杀人，对吗？我不知道，别问我，我不知道。你怎么会不知道？你是他妹妹，你当然知道。你告诉我，你告诉我好吗？啊、嗯？ 陈律师，明白了，他什么都不知道。你怎么出来了？王军那个畜生来过。王军，他跑了，是陈律师救了我。 谢谢你救了我妹妹。你怎么跑出来的？你又杀人了，对吧？这个跑出来，今天晚上我妹就会被那个畜生给糟蹋了。你才是畜生！你告诉我，你不是梦游，对吧？你故意的杀死我妻子，对吧？陈律师，他背叛了你。 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啊。
你好，我是实习生朝阳，请问想干哎，瑞姐！哎，瑞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那好，我就真巧。哎，你看我买了蛋糕。啊，好吃吗？嗯，好吃。哎，对了，瑞姐，前面开了一家食品店，我带你去看看。嗯，走吧，走吧。您刚才的孕妇暂时无法接通。谁呀？我是王磊。王磊啊，那么晚了，有什么事儿吗？陈律师让我给你捎点东西。捎什么东西？我知道你是个好人。能遇到你是我的幸运，谢谢你今天晚上救了我妹妹。请你相信，我所做的这一切，真的都是为了你好。我说过，我会报答你的。那些女人，都该死！
还有事，请你照顾好妹妹，我先走了。你听不到的世界，还是山盟的期盼。 你看不见的世界，不要等失去后再想起珍惜你的我。这世界永远不离不弃的誓言，让我再看这世界一眼。 让我满身伤痕的世界，谎言和背叛。